欢迎来到好好食 at 巴拉宫，我是来自 Portman College 的 Mui， 我是来自 Portman College 的 Peggy。Peggy， 这么姐你这样早叫我妈妈吵我起来，我七早八早已经给她吵起来了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么讲的，这样不如这样啊，Mui，我有个 idea， 我发现一个店哦，有一个店它是讲充满妈妈的爱的一点点，你要试下吗？我要，我要。好像很好吃这样哎、欸，哦，好爽哦！老板，你这一间店啊，开了多少年呐、啊？我们老妈子卖猪肉粉其实是十几年，在档口做了十几二十年。档口我们正式搬过来做螃蟹的话，是今年将近迈入第五年。迈入第五年，就是已经差不多卖了二十年了。十多二十年。观众们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，我们也欢迎你们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。下一次的节目，我们将会带你去寻找更多、更多、更特别的美食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乌拉港除了工业区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美食。感谢我们的 Portman College 的合作，把我们的美食指南弘扬公正乌拉港，带上你的目的。